想当海王吗？最夸扯的锅烧意面，太嘎吼矮嘿梅森。今天要分享的是从台南红到台北的金三义，这家店里头可是藏了很多好料呢。原本是一家看似简单的复合式饮料店，但是老板对海鲜非常的热爱，所以就推出了各式各样的超级鲜美锅烧意面。而且他们用餐时间还没到，就已经有满满的人潮了，可见大家对于海鲜的热爱有多大呢？今天的主角海鲜十全大补帖，又称为海底总动员，里头有满满蟹膏的红鲟，新鲜又大只的小卷，肥美的鹅啊、蛤蟆、金钱豹，还有火烧虾、虱目鱼皮、凡利贝、花枝，还有经过炙烧的鱿鱼，满满的海味，吃起来非常的过瘾。就连汤头也是用海鲜去熬煮的，这样一大碗三到四个人吃绝对是妥妥的。这碗海鲜十全大补帖被网友称为无敌痛风餐，可不是盖的。我想今天晚上想要来点睡不着的感觉，就到金三义来上一碗海鲜十全大补帖，绝对让你有满满的金三义。